我喜欢你像风的温度，温柔的缓缓的轻抚我攒下的所有小幸福，但这后座的夕阳因你也被私藏，这一天所有的美好的向往。当苏苏遇上苏苏，看见我了吗？你第一名是谁啊？这儿呢，看见我了吗？没看见啊。张路让，特别棒，你知道吗？你英语考了101。101是什么概念？你用了短短两周就涨了20分，那要上110还不简单？上次都是什么？不过，你怎么对你的成绩一点也不意外？考完了以后我有估分。啊，那岂不是一点惊喜都没了？有啊。真的？你考的也不错。让让，我数学差一点就及格了，我第一次数学考这么高分。你今天放学等等我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我刚做完值日出来，你肯定都坐上公交了，没关系，明天给你也一样。还没有。表现很好，奖励10分。在的人呢？千羽哥，偷看谁呢？你干嘛？你该不会是不好意思去找千羽哥说话吧？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哦，那你去啊！天天跟着我问前问后，我一到人家本人面前，怂得像个鹌鹑似的。我原来怎么没发现你是软文派呢？教教，关你什么事儿？那可太关我事儿了。你看啊，咱俩这么熟，我帮你坦白一下心迹是应该的吧。等着我去管你说啊。千羽哥，我不然你敢？江姐，原来你怕这个。行，不说也行啊。这样吧，看你表现。嗯，有点渴。您喝。刚扔完铅球，手有点酸。我来。感觉挺爽啊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一会儿有需要再叫你，退下吧。